knows a bird? Me, chickadee. What does chickadee say? Chickadee, chickadee, fly through my window. Chickadee, chickadee, fly through my window. Chickadee, chickadee, fly through my window. Find molasses candy through my window. My sugar lump, fly through my window. My sugar lump, find molasses candy. Who knows another bird? Me, jaybird. What does a jaybird say? Jaybird, jaybird, fly through my window.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吃的是，鸡翅焖锅，这里面加那个金针菇、土豆还有青菜，放了好像七个鸡翅吧，超级香的。然后这边还有两个肚子里有料的包子，因为我早饭还没吃，现在就开始吃。这酱料真的超级香，好吃。这酱料真的超香耶，太烫了。先吃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好像叫做金麦包，这一款就我只吃过一次，其实它表面就是好像有点麦片的那种，五颜六色的，不是，就只有两种颜色，它里面是，就跟麦片一样，挺好吃的。就除了甜包子，我就吃过核桃包，还有这个。想起来我的定位麦片。我觉得那个干吃金文麦片很好吃，很好吃。这一款稍微有一点点甜，面包不是这个馒头皮，我觉得有点干，因为它表皮还有这种硬硬的。这个三汁焖锅的那个料我是在网上买的嘛，选的是原味的，因为也想保护一下嗓子，就
今天就不吃辣的了。它就是有一点像那种肉蟹堡，知道不知道，就像黄焖鸡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它真的酱料真的超级好吃，不输那个什么胖哥俩他们。是一个被我幸运的被我 pick 到的鸡翅，真的好吃！天哪，我觉得比胖哥俩要好吃哎。这个鸡翅配上那个酱简直绝了，这个酱配饭真的超级下饭。土豆应该再煮久一点。再来一个鸡翅，这个好肥啊，这只。一个人吃就可以把它重新放回去，再一下。反正都是自己的口水。
真的很好吃耶，天哪。这个真的太下饭，太下饭了，两碗饭都吃得下。清蒸菇，这一坨应该挺咸的。我三个鸡翅了，那土豆不是很好吃，土豆就是没有很软糯，别的都是完美，优秀，优秀很奇怪吗？就是可以用来形容食物的呀，把它词很万能呀。优秀的书好像确实不能说，一般都是优秀的人。蒸蒸菇真的太好吃了，淘宝上随便搜一下，三汁蒙古，汁是汁水的汁。把我的鸡翅给吃掉，锅里都是土豆。
能焖的很多东西，什么鱼啊什么都可以焖。然后我家里还有一点鱼，那个打到又给它扔进去了。但是有点咸，太咸了。其实它酱油味其实挺重的，我觉得。我去把这个核桃包给加热一下。这核桃包好像是肚子里有料里面最贵的包子了，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都是我爸买的。好烫啊！天啊，太烫了！还是把最后一个鸡翅给吃完，再吃核桃包。掉手上，哎呦，又掉我裤子上。嗯，我发现我啃鸡翅真的算啃干净的了。最近吃肯德基的时候，无意中瞥到了别人啃的鸡翅，天哪，真是暴殄天物，好不好啊？你怎么可能？嗯，相比起来，我真可能太干净了。我觉得他们大概三分之一浪费掉了吧。但其实我不会。就可能就应该不太会吃鸡翅之类的。一般不会点小食啦，很少点。太不巧。没有放太咸了。它核桃包是这样子的。加热过后，哎呦，屁股这里露出来了，哎呦，天哪，天哪，天哪！这样子的，对焦满分，它叫核桃，然后里面就是外那个颜色比较是咖啡色的那种焦糖，然后这里是乳酪，嗯。很好吃，它其实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像那个85°C的那个摩卡咖啡的，但是我觉得比摩卡咖啡要好吃，因为它除了核桃还有那个焦糖味，最主要是它就是有那个炼乳，真的超级超级香，但是皮没有那个摩卡它那个皮好吃，摩卡那个皮真的很好吃。第一次吃就感觉惊为天人，但其实它是比较腻的那一种，肉胖胖的，嗯，
壳。然后今天嗓子是不好很多了，今天是录完部队锅的第二天，就是前天录的部队锅。前天晚上传的视频啊，不是，就是视频发出来，在你们嘲笑我哈哈哈的时候，我一个人，我一边看看弹幕，一边吃了半盒胖大海含片，就这样子，就很 bad。好，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啦，嗯，最近还回。